看看啊，大厅里面人超级多，哎呦我天哪，这就赶上菜市场了，哎呦我天哪，人真多呢。我刚才在门口啊，女士们、先生们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两天在网上啊，我看这个苹果手机新上市卖爆了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来看一下北京苹果店销售量怎么样啊。我现在来的是北京市中心三里屯的这个苹果店啊，可以看到啊，非常的气派啊。那咱们现在呢，就去这个苹果店里边去看看里边的人流怎么样啊，看看人多不多。看一下啊，这个苹果店非常的霸气啊，啊非常壮观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，就是北京三里屯啊，非常繁华时尚的一个地方啊。以前年轻的时候总来，现在老了啊就不来了。那咱现在就直接去我身后的苹果店去看看啊，看看门口人确实很多啊，进去看一下。朋友们，这个苹果店也是上下两层啊，这是正门，然后咱们进去啊。朋友们，我现在进来了，这边是正门啊，看看啊，大厅里面人超级多，哎呦我天哪，这就赶上菜市场了，哎呦我天哪，人真多呢。我刚才在门口啊，我看见还有人在好像是倒卖啊，就是说我这有现货，有没有人要的啊？你看看这边就是啊，哎呦我天哪，人真多，来看看啊。朋友们，我现在换个镜头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层啊，你们觉得人多不多吧？我觉得挺多啊，是不是？他这边也可以线上订单，没发现他啊？也可以线上买，然后在这取货啊。确实很多啊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去这个二楼看下去啊。二楼据说是一个观景平台，非常漂亮啊。朋友们，我现在来到了苹果三里屯第二的二层啊，看看啊，这是二层的人流情况。没有一层多啊，但是人也不少啊。他们穿着蓝色衣服的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，二楼工作人员很多啊，然后下边是一楼，看看我刚才说的像门口站的这些人啊，就是好像是倒卖啊，就是说他们手里边有现货啊，然后你看门口一大堆都在那儿卖啊，哎我天哪，啊这就三里屯啊，北京算是非常时尚繁华的区域啊，这个店也是非常漂亮。你看这边有一个观景台啊，人们可以在这坐着，很 nice 啊。朋友们，刚才拍的是二楼这一块啊，然后它后边还有很多人啊，这边啊，所以这个苹果三里屯地儿我觉得人挺多啊。我也希望这个粉丝们不要黑我啊，我不是苹果粉，我也不是华为粉啊。这两天苹果跟华为啊同一天二十号上市啊，我本来也想去拍华为的啊，但是华为人家不让拍啊，所以呢我只能来拍苹果啊。看看啊，我觉得这个人确实很多啊，你们觉得苹果店人多不多吧？啊，这个苹果店漂不漂亮吧？那么这是苹果店一楼跟二楼的这个走廊，我觉得也很漂亮啊，看看很有个性啊。朋友们，我现在是在苹果店三里屯店一层的正中心啊，然后给你们环视一周，看看这边的人流怎么样啊？看看啊，这边是正门啊，感觉好像没有刚才多了，但是人也确实不少啊，我个人认为是不少啊。其实他这个店我以前也来过啊，人流一直都不少啊，今天是周日更不少，而且是这个苹果手机新品刚上线啊，所以它的人流可想而知啊，非常多。哎，有没有朋友认识这个是干嘛的？哎，我都不太认识啊，就这个，就跟眼镜似的啊，不知道是干啥的。朋友们看看啊，这个确实非常漂亮啊。我刚才问了一下这个工作人员啊，这个东西呢是叫做 Vision Pro 啊，价格你看看多少钱啊，将近3万块钱。它这个东西能干啥呢啊，就是可以数字化内容啊，然后无缝融入现实空间，而且它这可以预约演示啊，演示的话是半个小时，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就是说你带上这个东西呢，就可以把你手机里边 APP 啊，就是在那里边显示啊，就像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啊，就可以看到你的手机里边 APP 啊，非常的漂亮啊，而且就可
可以带上这个东西吧，就像这个看电影似的，看看，就这个，啊，就是带上它，啊，就可以在手机里边显示出来，不是，就可以在这个上面显示出来，啊，非常的漂亮啊，你看看。啊，这个就是北京三里屯苹果店的人流情况啊，我觉得人还挺多的。看看啊，这门口这些都是这个转卖的啊，就是啊，苹果现货要不要啊？这全都是啊，很多。看看啊，朋友们啊，全都是卖现货的。你看看，这手里边拿的两个，啊，那个手里边拿的三台，啊，都在这儿卖啊。看这边手里边，这个人拿着那么多台苹果啊，都在卖啊。专卖啊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啊！行，朋友们，那这个视频呢，咱们就到这里吧。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啊！